好，请看下面。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这是正中分的最后一个结构段了，就是大势至菩萨叙说自己修行如何修行。这个修行代表自利和利他两方面。从自利的角度来看，它是表达我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自称啊，那大势至菩萨已经是等觉菩萨了，已经是证到我空了，所以这个我不是我们凡夫所执着的实我了，乃是离开我执证到我空，但为了叙说的方便说的一个假名我，我本因地就是我在无量劫以前蒙超日月光佛授我念佛三昧的方法以孺子一母的心态来修行，这是他因地当中的修行修行就是以念佛心入无生忍。那开始对于初发心的凡夫来说，他的心都是散乱的，都是充满种种烦恼的，这就是落众生心。然后他这个一门深入，不假方便，唯精唯一，就是以这句名号作为本命圆成。那念之久久，这个散乱的心逐步的就有序化了，这个染污的心就慢慢的澄清了，这时候就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了，这就念佛心。心佛打成一片了，心佛一如了。好，到了这个时候，就能够入无生法忍。这个入就是证得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不生不灭，涅槃的境界。这个忍是慧心忍可，在原教来说，能够破一品无明的菩萨，就初得无生法忍，就称为同生性菩萨。原教初住以外的，像实性位，都属于异生性菩萨。那什么叫同生性菩萨？就是与十方三世诸佛所证的那个法性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菩萨没有满证，只是分证，只是初一、初二、初五的月亮，但是初五、初八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是同样的月亮，所以最后得究竟得无生法忍，那是要离开一切心意识、一切造作，所以到了七地菩萨还是有作意的，到了八地菩萨，他才是离开一切心意识的作为，进入无作妙用，这是一个分界点。那菩萨修行为什么要不离佛呢？就是一个菩萨在七地的时候，他都有个陷阱，因为他是切入到空性，上无诸佛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能够切入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容易
屈入偏正涅槃。所以在这个时候，佛都要加持他，要令他不要忘记因地发的菩提愿，还要进一步的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去进趋佛果。所以七地菩萨在进入八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以大悲心去度众生。那度众生是梦中的众生，你在梦中看到众生很苦，就好像一个人掉在水里面，那有很强悲心的菩萨赶紧去救，由于他救的动作很猛，划水的力量很大，哎，这一个救的过程一下子他自己醒过来了。为什么菩萨要去度众生？度众生的过程实际上是度自己，他透过悲心度众生，自己得到了八地的水平。那八地水平，一切无量，无量的善巧，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相好，无量的音声辩才等等。啊，这就是深度的无生人了。那这个大势至菩萨，他无论是初得无生法忍，还是满证无生法忍，都是以念佛心，还是以一个法门不假方便的直接屈辱，乃至他作为法王子等觉菩萨的地位，还是在修这个法门。他就深知修这个念佛法门在自利自证的甚妙的利益，于是以同体的慈悲心要救度众生，也是以这个法门来度化众生。所以利他就是精于此界，这个此界就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称为秽土，称为苦界，尤其这个时代称为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清楚。它对于净土法门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把这个五浊恶世思维清楚，我们的厌离之心才能出来呀。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最先出在《阿弥陀经》里面的。在这五浊恶世，一般来说，众生都在这个时代烦恼极重啊。这个劫浊作为一个时代，它完全的浊恶了。无论是从环境、生态，它浊恶。从精神道德来看，全面的退化，道德的底线没有保证，价值观的严重的颠倒，于是就引起种种天灾人祸，种种的战争，种种的瘟疫，种种的饥荒，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各种灾难集聚的一个时代，称为劫浊。那这个劫浊分开来说，实际上是我们众生共业造成来的，所以就要谈见浊，就是我们知见上就有大的问题。这个见浊就是见解的颠倒，所以我们有身见、边见、戒举见、邪见这些。执着这个身体是真实的，执着有一个坚固的我。于是以这个身见我执，一切都是自私自利，一切都是损人利己，一切的政治、经济都是在用谋略制造灾难、引发战争。那这个见浊再加上我们烦恼浊，烦恼浊就是贪嗔痴慢疑，我们的贪欲，我们对五欲六尘的猛烈的执着，由于有这个见浊和烦恼浊，才会构成我们众生浊，这个众生浊就是我们的
色身都很漏裂，身体不健康，心理抑郁症，疾病越来越多，面相越来越丑陋，这么丑陋，还要有很大的虚荣心，赶紧去美容，越美容越倒霉，还有就是形成恶性循环，然后就是命主，生命短暂，时活定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浊恶世，你才知道在这个三界火灾当中。在减浊的时候，五浊的情形是越来越深重，是一代不如一代。你知道这个现象，你不赶紧处理吗？这种处理的心油然而生了，这里不能再去忽悠大家哦，要在这个世间搞人间净土。你在这个世间能见人间净土吗？如果这世间能有人间净土，那要极乐净土干嘛呀？那需要阿弥陀佛吗？那不需要了。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是没有办法呀，是火灾炎炎呐。《法华经》说得太清楚了，这个房子已经锈坏了，已经燃起大火了。这个房子里面的子女们都是佛的子女，这个大富长者要这个子女赶紧从火灾里面出来，才会想用洋车、鹿车、牛车来引诱他们出火灾。出了火灾，离开了这个大富长者，是这样的宽慰，然后就给他们大白牛吃了，洋车。代表声闻教，鹿车代表缘觉教，牛车代表全教菩萨教，大白牛车代表大乘摩诃焰，一乘的佛果。所以这个佛来这个世间，就是要我们离开三界火灾的。这是《法华经》开权显示、和盘托出的佛的本怀呀。如果说我在火灾里面，我不想出去，我在火灾里面要生生世世就在这里，那你跟佛抬杠呢？